反了他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，看我的。老公喜酒啊。哇，好好洗。最近这几年的工资都在这里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妈，今天都这么晚了，要不领我爸吃个饭再走吧。我觉得行。大侠，咱家是不是可以加个转转？转什么转转？这么多年不拆的挺好的吗？妈，转转好，可方便了，都挺不错的。真方便。楚楚，你这些年家庭地位提高不少啊。怎么做到的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人都得哄。哎呀，你太羞辱了！我妈最近特别喜欢吃下午茶，那我现在就是可以再买个蛋糕。哎，蛋糕也太老土了吧！现在饿了么上有好多新鲜食材的下午茶，各式各样种类随便选，点个螺蛳粉加上芋泥波波奶茶，保证他立马开心。哎呦！大傻，你就让我在家多待几天吧。行吧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不好闻点事要抽你。你哪来的私房钱买这些？孩子给自己长得有点